对赖床我知道，那就没有吧？你现在这种习惯基本上都改掉了。是吗？对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，对，我同意，同意。啊，我们再唱。啊，我选谁？我选，我选太多都可以了。我选了他，我也体验不了，怎么办呢？我换一个人生体验一下。那我就选就可以。那我选高星城吧，体验一下这个流利的泰语。口音我就说一口标准的泰语。行吧，那我选张嘉元吧。哦，我选他。哦，帅吧？对。我想张博，因为我想感觉很好的跳舞。哇，我选刘宇吧，我想去自己的那个茶厂去做茶是吗？对，我想选 AK， 又想体验一下学霸的世界。不算学霸，不算学霸。我选周柏宇，我想体验高分的世界。很简单，很简单，我们就差不多吧。你说不敢不敢？你看，我选米卡，我从小到大没留过那种发型，我想体验一下在冬天这个头颅有多冷。不冷。其实你一天晚上就可以体验一下。那可以，好吗？来给你吗？就冻得好，有点发凉那种感觉。我选张德仁，因为我想说他的东北话。教你啊。我选林墨吧，因为我觉得我想体验一下怎么把王者荣耀玩的那么坑。我就是，开玩笑的。林墨的元哥很厉害，我想体验一下怎么玩的那么厉害。我可能会选米卡，因为一天的话，我会把所有我想要的副歌都录完在那上。一动我们都跳了去了啊！怎么办？我不好选，好难选。那这样，我们每个人选一首，看最后这谁的歌最高。我选《风吹沙成海》。点睛。万里，哪对方出话？我选点睛和万里，只能选一个，一个，我也选，我也选这两个，但是可以，可以不选吗？就是太好听了，万里吧，我觉得只有印度万带给我开心，印度万。新疆级，点睛，哦，我选冰岛老地方，耶，我选万里，哦，反正我们第二张专辑特别好听，这个收获很多呢，非常请期待一下。让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点睛全曲。哇，太好了，可以。